我橙子，今天是第16堂钢琴课。我们今天开始学习 Lesson Book Level 1。然后我们这本书会开始稍微满一点点哦，你在家要好好练习。我们今天学了三首，第一首是第八页的 Firefly。好，准备好了。的时候要换气，然后再用一口气弹完第二行。准备好了，吸气。好，然后就到最后一首了， Sailing in the Sun。 这一首要注意一下它的 rhythm， 还有中间有一些 rest， 然后等你练熟了之后要把 slur 也要加上。准备好了，3、2、1。下一节课见，拜拜。